立正，杨磊，请坐。这节课哈，大家拢足欢喜安尼，嘴笑目笑，因为等你要转去啊。三工会艰苦无？哎，讲讲白贼尔，三工袂艰苦。我足艰苦的，我无甲你骗，我真正足艰苦的，袂艰苦。啊，无恁个留咧个，无大家拢个留咧个。嗯，实在讲吼，实在讲足艰苦。我嘛想讲，美国啊，甲咱想这套吼，要想吼，三工啊，有人讲七工就好，安怎做到三工？啊，这是一个门槛呐，吼。哦，恁救国用三工两暝就会当，互恁救国，安尼阁会艰苦吗？所以吼、哦，有咧要求讲吼，啊一工就好啊。所以渐渐渐渐，你就会当了解讲哦，原来吼、哦，四百年来，从来都唔爱建立过家己的国家，的一群人要建国，美国讲你要吃这个苦，啊咱免用刀，免用枪，免流血。爱当来建国，是足欢喜啦！啊，还佫外口足侪推仔面的拢看无呢。我即马讲推仔面，你笑会出来，因为你感觉讲你毋是推仔面。但是外口真侪足侪推的呢，你若佮讲声，我佮你大细声，哇！你要佮你叛国啦啥，一大堆啦。坦白讲吼，今日你伫遮哩受训吼，我原来爱佫讲一摆。你受训的这三天，两暗吼，你安尼转去，哦，你就变做安尼，敢那这边的所有讲师，你拢爱当讲足好个，无可能啦。我爱讲一句话啦，你爱买册啦，爱买对一本《新台湾论》。啊，你唔能讲《新台湾论》这本册无路用呢，一定有路用。有一天你想想说咦、啊、如果对一个吼、啊、这个都听听说、啊、这个论述不一定正确、啊、你心态我们拿起来跟变绝对你变会到我相信你今天回去如果看报纸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消息在顶端就是我们跟日本的外务省开始沟通了后呢在顶礼拜开始啊，日本的外务省开始说一句话说什么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我讲啊！你等于你今日等于找你去看报纸，我无看报纸啦。但是我算算诶，差不多伊爱讲话啊。你等于一定看会到。日本人到今日才知影讲，台湾不是中国的啦，因为喏，咱伫日本的工厂吼，已经做真久啊，做几啊个月，做到今嘛呢？因终于恍然大悟，罗伯甲研究讲，哎，啊，这日本人呢，比咱搁较退，原因是啥？建树啦，你敢知迄个建树的心情是啥物心情？你敢知啊？这男士吼，你拢捌相拍对不对？啊，你若相拍拍输的时候，你有啥物感觉？足懊恼的嘛，对不对？哎，建树是比这块严重呢，尤其迄个时阵。日本时代时，日本人的迄个军国主义的教育，所有的人都爱建业，要啊，都要抵抗这个美国这个强权呐、啊。啊，雄雄两粒原子弹打落去，啊，足侪台湾人感觉讲啊，莫名其妙啊，我都无建树啊，是本土建树啊，我都在导航，啊，这导航的以前，阁是美军用迄个空袭的时阵哦，甲你放一挂遐弹。哦，美军若登陆会安怎？啊，甲你吓！啊，台湾人真正去用吓大汉的，没有错呢。啊，即马吓了后，中华民国部队入来，开始将你台湾所有的米啦、糖啦，伊阵战争的时阵，这物件拢要运出去吼，运袂出去啊！啊，运袂出去吼，部队伊中华民国部队来吼，开始安那将这物件拢甲伊送去中国。伊去打伊的内战啊！我伫昨日上课时阵，甲大家讲一句话：
流氓政府未使就地合法。今日要阁甲你故意讲一句，你爱永永永永永远远的拢爱会记得一句话：占领未使移转主权。你若有这两句话啊，你就清楚啊。若有这两句话啊，所有读国际法拢给你拍倒去。占领未使移转主权。是什么时阵讲规定一个占领未使移转主权？这是1830年、1840年以后，就是拿破仑时代以后啊，为欧洲开始，因遐国家的规定，落尾变作国际法，落尾变作万国公法。你若讲无这句话吼，占领若会使移转主权啊，各位啊，今日这个地球顶端啊，一半以上拢叫做美国了。就是因为占领未使移转主权啊，所以未当请中国人的占地为王呢。以前中国是占领、吊带哦，占领土地占的，啊就变作伊的。Now， 1830年以后啊，所以美国人希拉瑞去甲中国讲，7月23日甲讲啥？甲讲，你若要讲南海是你中国的，你都要提出法理依据。各位，希拉瑞讲迄个法理依据，伊个法理依据是我予伊个呢。差不多两个月以前，伊有透过咱伫联络个 CIA 个关系，甲我讲：欸，林先生，因为我美国这边对南海个法律个部分呐，拢无啥物研究，你有研究，请你写。你若去咱个迄个民政府的网站，你就当看到迄篇啥。法理依据，我说现在这个南海法理依据，你也看我写个清清楚楚。中国根本就摸不着，你知道南海？南海是对一部分，你知不知？就是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这是属相的，你知不知？日本的，日本的什么所在？高雄、高雄，欸，你有读？你有看外册？绝对的，无简单也要回答呢。这是什么时阵公布的？在迄当阵的1937年左右啦。日本有正式公布，讲这个所在西沙跟南沙该合并为新南群岛。但是因为罗威啊，战争的时阵，日本政府放弃这几个所在，因为这几个所在是无人的岛，所以变作啥？变作无人岛。啊，若无人岛，伫国际法内底规定就是啥物啊？先占先赢，有一个先占，国际上有一个法律讲先占先赢啦。啊，占了后就爱 claim， 就是爱主张，啊了后就会变利的。但是美国人伫后壁真巧，美国人照旧金山和平条23条，这个地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所以美国讲我可以保留法律追诉权。哦，你看有无？所以呢，美国即马因为越南、甲菲律宾，伊甲这两个国家解孤立、解战。其实美国不止安尼啦，美国嘛甲这个也做南韩吼、哦，甲这个日本哦，甲孤立伊吼，甲建这个北韩呐、啊。这消息我拢足清楚的呢。有一站哦，美国派3架航空母舰哦，伫北韩的边啊、哦。我迄阵想讲哦，啊，安尼美国要战啊，要战啊！我甲周围讲，可能会战哦，因为美国若派一只航空母舰的时阵啊，就是甲你警告；派2架航空母舰的时阵，严重警告；那派3架，一定开战。啊，中国嘛真巧啊！中国甲北韩看到美国派3架航空母舰吼，伊就退步啊。啊，北韩的迄、那个广播员啊，都袂安尼穿安尼好，安尼好，什么讲迄话我听，我足歹话。你有看迄电视无？迄阵拢无诶呢。啊，即马中国嘛同款啊。中国即马美国一个派航空母舰，讲要帮忙菲律宾，要帮忙越南，伫即个南沙至西沙要甲中国战诶时阵啊，伊就倒退缩啦。伊讲哦，啊，人阮咧当邓小平有讲啊，邓小平迄人讲啊，和为贵咧。哦，啊，无，迄种
前一个月怎放哇，偌尼啊歹呢？我感觉无钱袂使，啊，台湾人就搁烦恼，所以台湾人唔通退啦。台湾烦恼哦，会战争哇、啊！我甲你讲啦，绝对袂战。安怎袂战？我搁甲你讲，即马中国去我闹几工哦，实在是熬够功夫啦。尤其迄只航空母舰哦，我每一节课甲闹开，闹开即马伊升入啊啦，伊做是升入咩？伊前天的国防部承认啥？伊讲哦，我们那个航空母舰哦，我们不作为作战使用呢，我们要作为练习使用呢。航空母舰要来做练习使用。我本来有讲，迄只航空母舰要做啥物？海上旅馆呢、啊？我阁甲恁讲一个秘密，因为伊毛你看咱的这个电视转播，这个中国迄只航空母舰哦，我有得到很可靠的情报了。你知影咧？航空母舰内底爱穿迄个绳子，迄个电线有无？为伊拢总是304公尺啦，迄只航空母舰吼，它的长度是304。敢若内底伫咧要用遐个电线吼，一条线用一个，一条线用一个吼，伊无像美国的技术讲安尼，十条线合作一条呢，伊无遐多呢。伊撑到尾啊吼，电线啊遮大背，迄电线遮尔啊大背啦，无法度做啦。所以到落尾啊，航空母舰变作内底，若要讲消息吼，伊无法度使用啦。啊，若用迄个无线的迄个 talkie 吼，会干扰啦。伊已经无法度啊啦，真正伊已经无法度放弃啊啦。我著看这通牌，搁讲嘛。吼、哦，中国有第一艘航空母舰，偌安尼啊伟大嘞！佮讲我听看卖啊。伊本来讲七月份就要下水，我讲伊无可能下水。到今日呢，1983年做诶，1988年开五亿吼，了后苏联拢到内底迄个乌拉，迄个乌克兰哦，将咧内底物件都拆了了。电子的物件啦，倒落，我等下拢进来啊。电子的物件，互你倒落去，要搁拆起来，要搁倒吼，很难呐、啊。我老早我来笑讲，伊绝对做袂成的，个人无错啊。即马要搁变做啥？要变做这个练习使用呢？啊，练习好着开2000万，要创啥？啊，两千万安尼呢？伊含迄个莫大眼镜都无呢？迄莫大眼镜无就用啊拖呢？迄个土耳其甲雕一个，迄个啊做迄个运河啊，佫甲雕一个，一经过好望桥，抬等于甲大连，佫开1000万美金啊！我讲啊，中国真正是好大喜功啊！啊，过来，航空母舰哦，你知影中国到今日为止，伊军队内底大学生有几个，你知无？你绝对约袂着呢。大学毕业的军人有几个人，你知无？几个恁知无？500个，哈？全中国讲伊几百万军，安尼才500个，敢若500个尔。所以遐普通是16岁开始做兵哦，16岁、17岁、18岁，遐兵啊，英文看无啦，俄文嘛看无。啊，你知影即摆是尖端武器呢？啊，若真正予遐人去使用遮物件，尖端的武器哦，伊要甲字迄个无当啊，乌白字的，我甲你讲。美国坦白讲，美国你惊伊乌白字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中国的武器啊，到今日为止啊，我跟你讲，已经没有希望了。你知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伊有几只航空母舰？29只。日本哦，65年前哦，有29只航空母舰。今日中国。想要甲电一只出来，啊，搁喊人甲捞开，啊，无遐，啊，伊去家己去做，有去做啊，伊做两只，做几波做袂出来，你唔能叫这种航空母舰遐尼啊简单做呢，不容易啦，后来互你做会出来啊，啊，你的指挥咧，唔是驶船的就让去呢，唔是轻轻踩咧船顶就讲就会当驶航空母舰呢 ，no， 航空母舰的条件第一。爱排到多，就是爱战斗机的飞行员。飞行员以外，爱个有这个驱逐舰的
迄、那个训练，全中国啊，拢总 QQQQ 啦，吼、哦，伊迄几百万吼、哦、啊 QQQQ 十个啦，十个了去训练啦，啊剩九个啦，啊即马听讲要拣一个出来啦，啊拣迄个人是美国是较笑噶，那一种人能够驾驭航空母舰，卖甲咱骗啦，真正，所以咱对航空母舰。免甲看啦，啊！美国要让中国去做航空母舰是要创啥？你敢知影？苏联是安那解体的？苏联就是安那太空竞争嘛，开足侪钱的嘛，开干啦，破产啦！中国会破产无？很有可能啦。你敢看即马经济真济人讲中国迄、那个人民币一直不爱互承担，是安那不爱互承担？因为伊若承担吼。十五亿个人，差不多有十四亿个人生活很困难，很困难呐、啊。我想在座去过中国拢足多啦。我嘛是伫中国办学校啊，我有去装卡看啊。我去装装卡的时阵，省长都该下令呢，会白当甲迄个林党诶募款呢。上加实在讲哦，我安尼亲目看到安尼一个家庭内底，爸迄、那个老爸甲囝。共穿一件裤，啊，无伊无多出门啊。迄是事实的呢，毋是讲即边你甲你甲骗笑 ，no， 毋是呢，我是讲事实的呢。这样善的人，会当做航空母舰，好笑。即边就好啦，动铁啦，就伊高速铁路啦，车好有啊，即恁拢报道有看无？请问死几个人？三十九个对啊，头一摆讲公布三十五啦，后摆搁安尼看讲三十九啦。伊个票未记几张票，恁拢爱看啊看看新闻爱晓看啊。伊拢总四节车厢卖六百几张票啦，啊六百几张票吼、哦，其中存活的几个人两百多啦，死三十九个啦。恁会晓算数无？哎呀，拢无反应呢！啊是，对，剩的拢走去倒。什么？伫车厢内底啦，该呆呆来就好啊啦。看我夭寿哦！后人讲一天半就通车，伊要转移世界迄个注意力嘛。我若今日甲你讲，你可能讲哦，原来是安尼哦，我拢无收到。你算出无必要啊？卖六百几票票，换入两百空的，啊死三十五个变三十九个，啊剩咧，伫车厢内底啦。苹果日报有一张相，你有冇看无？伊伫甲送，要甲送咧，要甲抬起以前啊，哎、欸，有一只手，有无？有一只手有无？你看有夭寿啊？好，迄种的国家，竟然有一挂推下面要甲伊统一。这种属性呢？啊，是安奈讲死三十五个？哦，对了，你有看报纸？那死三十六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下台，所以重大的事件拢是死三十五个、三十六个，永远就三十五个啦。迄天正好有一个报纸甲整理出来，哦，迄个叫什么矿哦，死了三十五人，上面还三十五人，哎，奇怪呢。十几个事件，拢逐摆拢死三十五个。伊若死三十六个吼，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下台。台湾人知无？不知道啊。中国真好啊！我是足爱讲咱的民政府来接权以后吼，过去啦，过中国真好啊，拢咪赶赶去。去啊，去啊，你去嘛。但是我甲你讲，咱的身份证来开始申请啊。中国人绝对排头一个申请的，我无甲你骗，你看有影无影？今日我嘛要一只很郑重的宣布一项代志，对咱的五一周现主席的人数，参议院甲内阁拢已经有通过人数，所以为今日开始，六个州可以跨州申请身份证，啊，这还拍破才对呢。
所以讲，你若住伫地，你只要照咱的迄、那个，甲恁的州长吼，摕、哦、迄个申请书，啊，照迄个申请书的规定，你就可以申请。坦白讲吼，我嘛要申请，因为我本来在北州一直等啊。不过今日通过，我明仔特别随来去摕迄、那个，所以就爱申请迄个户口成本、户籍成本啊，吼、哦。啊，因为我是1950年吼，唔是1945，所以我都爱阁签阮老爸老母的迄个啊，就是户籍成本哦，安尼才当然证明讲我是本土台湾人哦。啊，那安尼会知啦，我交两张相片，啊，我会当申请。啊，不是申请马上都要给你呢，爱审查通过，才有资格交1000块呢。审查没有过也不能交钱呢，啊，1000啦，哦。1000啊，7000要抽人个，1000啊，1000啊，所以这是今日吼、哦，利用这个上课的时候、哦，甲各位宣布一个真好的消息。啊，同时咱今日这期的学生吼、哦，学员，我要拜托各位一个代志，等伊出去，我甲你拜托你一项代志，除了讲你要有迄本《新台湾论》以外，三支旗啊，你爱挂出来，阮这个。这个明仔开始要通知所有第一期甲第十期的，甲迄个夏令营第一期、第二期的，全部要把这三个旗子挂出来，就是美国国旗、咱的军事占领旗、甲民政府的旗，这三种旗要挂出来。你若是伫做生意的吼，你挂那个旗子，我甲你保证，美国人看到一定也去甲你交关，绝对的，100%。因为很主席的经验就是这样，美军因为那当时美国的，其实今天早起这个我们的副主席蔡副主席、哦、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哦、其实现在跟他联络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这个单位的、啊、现在和我在联络除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以外还有 CIA 还有分作从美国总部的 CIA 跟 AIT 里面的 CIA，第三个是美国的国防部，我跟他直接联络。啊，哥，这里、个、啊，就当然啦哈，那个国务院哦也有人啦。因为当时9月8号，在美国在办那个酒会的时阵啊，美国的这四个单位啊，拢有提名片。因为我袂当去嘞，我想奈袂当去，你敢知啊？你敢知道我奈袂当去？啊，去往禁止出境啦，是不是？No， 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啦，你叫我拿那个那本车联牌，我哪要去？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跟美国政府要求、哦、有效呢。他最近在说、哦、咱民政府开始要派代表去跟他们说，我没有护照啊，上头咱有报这个叫做其他的同志、哦、啊要去啊，不说说的、欸、还电话来那个 Skype 跟我说、欸、Roger 你一定要来呢啊，我没有护照啊！伊讲没有护照，安尼边嘛，足简单啊！美国讲很简单啊，我们办一份 AIT， 叫 AIT 办一份护照给你就好啊嘛。我讲你办一份护照给我，啊，我要为着出境，我不爱经过伊中华民国的。伊讲免啊，我无要叫你安尼啊，你从清泉港啊，清泉港哦，逐天都有飞机在飞美国啊，每天啊。遐伫含咱见面的人哦，嘛是拢为清泉港来的啦。你会记无？迄个大地当日本撤侨的时阵啊，有一架747的有啊，讲落飞机才落来7个人有啊。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电视有啊，一架747坐400几个人，啊落来才7个人。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你袂感觉很奇怪吗？会无？会奇怪无？会无？啊，走去倒清泉港啦、啊，先去清泉港降落，啊，才飞咱个台，伊厝在哩台北，我台北啊，爱伫台北落来。有真济代志，其实已经明显个吼，美国感觉讲已经非常明显啦。伊讲你台湾人看无咧？近摆我若讲美国军事政府的台湾哦，但讲美军伫倒，我定定要甲讲。你若有细处，也是去共细处的。我相信，我要甲你问讲，啊，你有看过厝主无？可能你一年嘛无看到厝主。
啊，著租金到，我著回复你就好啊。我著看你要创啥，敢毋是？无看到厝主，无代表讲迄间厝变做你的呢。所以即摆独派也好，啊，做国民党也好，真爱甲咱讲一句话：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哦、听了足爽的，你也听了这句话爽无？会无？会嘛？那会袂？袂爽吗？敢若袂输？我来宣布讲，国宾饭店是我的。虽然不是我的，我听了这句话我也爽。但是你要注意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安尼对唔对？我你拢会晓啊？这主事的心态啊！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唔对？唔对嘛！所有权争一斗，所有权杖在哪里？不是美国啦！哦，恁那上课未记啦，才记你啊，看卖啊，好可怕哦！日本啊，我甲恁讲《马关条约》无，《马关条约》内底安怎讲？大清大皇帝，哦，伊拢家己讲大皇帝呢。大清大皇帝与日本大皇帝签下列的条约，第二条讲，将台湾和台湾的附属岛屿拢总挂予日本的天皇。日本天皇摕到台湾这块土地所有权以后，伊将这块土地管理权交予日本政府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首相这人建书，日本的政府建书，所以美国要求将首相这个管理权要放弃。其实是安尼尔啦，所以是安怎奈日本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叫日本天皇放弃，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杜勒斯上台嘛无清楚哦，伊甲罗威啊，伫要签约以前，1950年的这个12月的时阵去拜访这个日本的时阵啊，日本的首相吉田茂才甲伊讲，1945年4月1号，阮伫台湾是不是天皇诏书赐给台湾人参政权，啊甲服兵役的权利？服兵役就是代表效忠，效忠以后这块土地变成日本的国土，啊嘛是黄土，皇帝的皇啊。所以我甲各位讲过，敢毋是？日本天皇伊爱向啥物人效忠？啊，向谁效忠？无嘛，至高无上嘛，皇帝是至高无上嘛。所以日本天皇啊呐，没有国籍啦。日本天皇无国籍，恁知毋知？我毋是开玩笑，我讲真诶呢。英国的女王也是没有国籍，这是什么法？这国际法内底规定啊，你的国籍是啥？你要向谁效忠，你的国籍就是属于那个国家了。国家的组成是啥物？听好清楚哦。哦，我若甲你讲，这你若上这课啊，比一般若上我的课，我无甲你骗。你比你读博士哦，读几啊年够较紧。国家就是一群人，有相同的意识，相同的族群，决定要要建立国家的时阵啊，国家要形成的之前，首先国家对于人民有什么物件，要先有义务，要甲保护啊。我保护你们，啊，你这人民要对国家呐效忠。这是产生国籍，所以产生国籍以后，才会变成一个国家。占领不一样，占领的时候，我去打这块土地，打了后怎样？我是因为我要打这块土地，我要开一些本钱，我不然死很多人，所以我占领者对这块土地大先有权利，然后才有义务。今日咱伫告美国就是讲，你占领我，你有权利，你就管我嘛，你就甲我管嘛，对不对？你管我，但是你的义务你无负啊。义务是啥？我的人权啊。虽然你告美国稳赢的嘛，咱根据我足清楚的啊，伊含要
走险都走未去。啊，国家先对这些老百姓有义务，有义务以后才有权利。所以过来为这句话，甲登到当来哦，就这张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日本政府 renounce 放弃 all title 啊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这是吉田茂在1963年写一本册，141页，伊讲我日本政府敢那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我没有放弃主权哦。这个主权啊，英语叫做 sovereignty， 这字啊，在台湾也好，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啊，是到最近啊，这几年啊，才有出现的字啊。以前刚才也要讲管辖权、管理权，但是现在也要讲主权。日本政府的主权权利放弃，啊，留什么东西？义务啦。所以日本政府对咱台湾这块土地有主权义务，还袂负担呐？啊，就是安怎会在美日安保条约包含台湾海峡？伊讲，台湾若有代志，台湾周边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日本如果有事，美国有事，我都包含伫内底啊。所以是安怎中国袂去拍台湾的原因是啥？绝对袂拍，因为伊若拍台湾，我甲你讲。十分钟就好啊，会当宣布战争结束，因为中国有30粒的原子弹甲弹互伊。这是讲真的，不是讲假的。2008年，马英九要调的进程，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有来台湾，有甲我见面，当时见面的是我一个，陈唐山一个，陈仲谋一个。啊，甲美国迄代表安尼死个啦！迄个人甲我问啥呢？哎 ，Roger， 你若有原子弹，你敢敢拍中国？伊问我啦。啊，我想，我若唔敢，你中国若敢敢拍台湾，我就甲你拍，甲你结啦。哎，就笑，笑一下，安尼就讲话安尼结束。我想就很奇怪呢。啊，讲话安尼有头。唔知有买，啊无买啊，啊讲完安尼结束，我想你开玩笑嘞。无偌久，马英九当选，过一个月，报纸砰一出来，美国送唔着原子弹，送4粒，有无？有这个代志无？你有看到无？啊有看伊举手，我看麦。啊，笑笑看嘞，啊拢其他人含报纸无你看嘞，啊无你嘛新闻小看嘞，啊无你咱的网站嘛去看嘞。有4粒啦，上来伫台湾啦，啊！伊宣布啥呢？我们送错了，饭食唔对会使呢？原子弹这类物件送错呢？迄就是消息的发布，就是你甲中国讲，你卖想假笑啊！我台湾有藏原子弹，他拄啊第一日含人大家上课，讲发现迄个。美国的潜水艇，我阁甲恁讲秘密。美国的潜水艇伫台湾的周围某一个地方，我知影，但是我卖讲吼，某一个地方啊，拍电报，予中华民国的海军啊，没有反应啦。电报卡予伊无反应啦。我气甲要嗨，迄个代表来甲陈昌昌讲哦，哎、欸，你到底是我都指挥中华民国的军队也无啊？伊讲我没有办法，伊当时做啥？国安会秘书长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啊，你无法度。啊，我就跟您讲，台湾海峡有几个所在爱放迄个水雷，水雷是国际禁止放的啦。伊讲你有放无？你拢无去放，我哪会知？美国的航迄、那个潜水艇哦，拢去甲你检查啦。有几个海域哦，爱放水雷啊。啊，所以你问陈唐山一句话啦。我含你名都甲嗲出来，你好吗？伊讲，这个超限战，恁中华民国敢那一直要含我美国连耍，伊美国讲我不爱甲你连耍，谁那不爱甲你连耍？连那个地吼，这边我那甲中国去连呐，
所有的军事秘密马上无去啦。刷入去，伊甲问陈昌昌讲哦，啊，迄、那个超限战的迄个机器放伫遮，你知无？吼、哦，我就那听一下，看要跋倒咧，因为我唔知。迄当阵做一个国安局的秘书长，啊，唔知影讲超限战的机器放伫底。诶、欸，我讲这個我负责任吗？百分之百负责啊！所以你甲看讲中华民国的武力到底什么款的程度啦？那不是今日不是美国伫顾台湾吼，台湾是真好看。所以当然啦吼，咱民政府嘛甲美国讲哦，你别停止卖武器给中华民国啦。哦，我一个讲安尼吼。包括独派啦、统派拢骂我呢，安那骂呢？伊讲吼，迄、中国吼、哦，送予林志兴资金啦，吼、哦，啊，你出卖，想要出卖台湾啦？伊啥？我那要甲挡这个美国未当卖武器哦，予台湾，你敢知影原因？台湾今日还阁是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美国有责任、有义务替台湾防守，所以咱唔免做兵啦。咱免买武器啦，咱去买武器是买啥物？新生的吗？买迄种旧的？逐摆即个警告吼，逐摆为着迄个卡米逊拢会死几个人，迄是惊死人的侪呢。哎，恁讲我甲恁讲十八岁以上要送你厝啊，才有钱啊啦，卖去买武器就有钱啊啦，你讲对不对？迄毋是安尼尔呢？不只讲干那买卖武器，不要买武器都有钱啊呢！我甲你保证，根本拢免纳啦。但是老欧啊，迄根本哦取消啦。老欧一个月领一万四千块，取消啦。你是难民呢、欸，难民呢、欸？迄眷村不是叫做眷村啊，叫做难民营啊。迄这是正式的名称啊。啊，咱这样无同款呢，住伫眷村都爱甲起厝，哦，起那较细间，遐老我阁无爱住呢。是足足，我是我想想，拢台湾人哦，唔知你想啥，所以我定爱叫台湾人推下面的原因伫遮啦。你若从遮甲厘清，一项一项甲厘清，你唔免买武器，你唔免做兵，十八岁以上，政府爱送你，给你一间厝。各位，贪污要创啥？没有必要贪污啊！台湾的这个农民啊，一年会当种三季、三季。台湾的农民无饭好食，种的水果，啊慢慢下来，甲饲猪，这实在上。坦白讲哦，真正国民党是欺负台湾人哦，欺负了有够忝啦，这中国人啊，刷入去叫你废耕，哦，废耕偌阔，啊，会当来领偌那领几千块，啊，有影就对，你种稻啊，拢都倒了钱，啊，我若卖种，我阁有几千块好领，这是要害死咱，你知毋知？变作讲，无多生产。你讲日本人哦，日本人一年种一季尔尔啦，一年只种一季，刷落去呢，种一年了哦，予土地休困，第二年才阁种。啊，你知影伊种一季，政府用偌侪钱甲伊收买无？公定的啦，五倍啦，饲鸡五倍甲你收买，品质若愈好，愈侪钱甲你买。伊种一季，一年种一季。也让生活真好。你甲看迄个日本遐农村，是不是生活真好呢？台湾的农村遐农民，敢有法度生活？去总统府伫抗议马英九敢有效？你着台湾人做农委会，迄、那个陈武雄啊，做农委会啊，竟然会当讲哦，农民哦，一工干那做一点钟久尔啦。哦，我实在听到这番话吼、哦，很难过呢。
是台湾的地位搞不清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会出现啊，啊，这破马营救啊！各位，我甲恁讲一个歹消息啦，听好清楚啦。2012年1月14日选举啊，马英九当选了。民进党会输伊100万票以上呢？我是讲实的，毋是讲假哦。我甲你讲原因，这 CIA 甲我讲的。五都选举的时阵，民进党宣布讲，民进党赢国民党的总票数赢40万，对不对？是不是？是啊，伊讲赢40万啊。他们真正赢40万，我算给你听。所以我听了这话吼，是爱甲我讲这话吼，他们讲我不得不佩服他们了。杨秋生是415000票啦，杨秋生会当摕到415000票，拢是啥？拢是拿军顿号伊啦，因为伊出来去干局去拼嘛。所以有70%、80%的票是拿军顿号伊，遐票呐，真正你。对决的时阵吼，未当好伊啦，7%到8%，差了偌济30万呐。安尼算起来，民进党赢10万尔啦。啊，亲民党甲新党拢总有70%，加起来嘛差不多10几万票啦。所以伫五都的选举，民进党无赢啦。过来，民进党无赢，现主席无选的有桃园、有新竹、有苗栗。有彰化，有南投，有分林，有嘉义，甲这个屏东，这八个都市内底，什么人较强？哪军较强？啊，是安那蔡英文强要来选？为着迄个30万啊，30块啦。我老早就讲过啊，全世界无人一个国家讲。选了后无调的有调的，政府给补贴讲一票30块啦，那是本末倒置呢。照道理来讲，这个30块要有选民才对呢，选民才敢行路工嘛。你来选，当那票去领30块呢，结果你无领，跟什么候选人领去？伊若照安尼来算，若可以摕到500万就好啦，30块就1亿5000万伊摕去啊啦，伊未调嘛，无要紧啊。1亿5000万，伊敢要管出来 ？No， 第六个啊！这款的选举的制度，台湾人未晓受啊。所以讲，台湾人是推阿面，你讲你有相信我讲的无？有啊无？哎，安尼拢无啥用，无你有往那推阿面吗？我算个遮清楚给你听，500万票，一票300块，就1亿5000万啊！为着这个1亿5000万，伊要选。每次如果选举都赚钱了，而且选举的时候会不一样了，所以说台湾人对这场的选举，如果到今天为止，你的头脑里面要你想说，如果没选，中国国民党调了，你还有这种心态，坦白说，表示你的脑海里面，这脑海里面那个要给国民党洗要洗不清楚，真正，你会想讲啊，民进党无调，中国国民党拢调去啊，我要甲你请教，民进党是啥物党？是代表啥物物件？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写啥？咱叫做啥？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常常讲到民进党，我爱甲家讲。中华民国民进党，啊，中国国民党，请问，请问呢？选了中国，甲选了中国国民，选了中华民国，有无共款无？有无共款无？共款呐！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嘛，啊，中国就是中国，人中国国民党，甲你讲明的，你若邓华，恁家己推，啊，民进党甲你骗，讲我是台湾人，但是邓的是邓个中华民国。所以到今日为止，你若去碰到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你跟你骂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人是推阿面啊。
莫甲伊讲，知影就好。啊，看你周边有几个人，人的智慧伫遮你看啦。当然啦，人哦有当时会怀疑啦，我这断落去。啊，即马毛人干嘛？哦，你支持安尼，互中国国民党调去？其实错了，我若支持，啊若因为安尼，中国国民党调，啊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无调，两个做起来拢同款啊。啊若中华民国的民进党调，死了搁较紧。我跟你讲，民进党是为着来，恁知无？1986年6月25号，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蒋经国开放。反对党，你也让记起来。1986年6月25号，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蒋经国开放反对党，我多，所以伫1986年9月28号，中华民国民进党成立。中华民国民进党的成立是安那成立？你敢知影？各位，你敢知影？我跟你讲，调查局大声将遐大脑，这报纸我哪有去写？不是无啦，几个大脑拢叫叫去啦。我甲恁支持，互恁去成立民进党。但是呢，恁爱伫这个体制内底运作。如果你在中华民国体制的运作的话，我袂甲恁的啊。啊，你爱可怜这中国人哦。多往来台湾这些人哦，爱和咱台湾人甲无做伙，啊，这个就是新潮流的产生呐、啊。所以新潮流有钱控制，拢总是有甲经济有关的。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阵，伊所有会当摕到钱的部分。中共啊，吴乃仁啊，洪其昌啊，我听过点名。你也看卖啊，陈水扁调的时阵啊，正的人哦、喔，拢无罪，你有罪无？拢无罪哦。各位，唔是讲因较巧，是中华民国放水啊。所以现在中华民国上最怕的是怕什么？怕台湾 民政府，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照美国的指示，照美国的做法。中华民国难道不想要把我们抓吗？各位，他也想要消灭台湾民政府啊。但是呢，后面 AIT 在的，后面 CIA 在的，我无伫骗各位，我最少有三摆，我甲 CIA 当面甲讲，我讲哦，阮速度遮尼啊紧哦，啊，中华民国袂毙命吗？甲我当很轻看，伊讲你放心。本来我今日有迄个有一份迄个台湾民政府内政部的解说哦，我发予各位，迄个梁华兄，你去楼下甲伊印一下。台湾民政府有人去甲咱检举，1999年去检举，旧年啊，内政部安那回答，你知不知？足趣味啊！伊回答讲哦，台湾民政府哦不是非法组织，听有无？伊无甲你讲合法，但是不是非法组织啊，卡奇怪。政府这两字不是非法组织，无你唔相信，你去外，恁后摆去街路去啊开一个什么啊，做什么什么政府咖啡厅看会使无？各位，这里面充满了政治味道。啊，咱在这款的环境之下，今天我在后面你给听，咱这同志都会讲，哦，怎么不快一点？各位，我也很想快啊。问题是说，我要跟你问，你们要不要快一点啊？咱这边啊，收分哦，像这样四五十个，我会做死的，我不跟你骗。这边都四五十个，四五十个啊，四千名呢？想来四千名，恁了算无？四千名，八十岁不要紧，
年龄都无所谓。四千名要创啥？四千名除了着参议员、国家的参议院、地方的参议会、准的参议会三级制，村里长、市长、国营事业，哎，四千几啊，才有够。所以在座哦，七百几个哦，我估计到这个八月份哦、九月份哦，差不多会当训练超一千个左右啦。啊，那一千个哦，我一人爱兼四个职务啦。所以讲，给你五倍薪水太少了，我跟你讲。所以我是感觉有当各位自私啦，你家己来受训导啊，你的朋友全部拢卖知啊。哎，不对呢，我是要求各位，你嘛卖乌白球啊，真正卖乌白球。有诶吼，他们讲有诶人吼，啊有诶人讲吼，啊我以前吼有我是拍票据犯啊，我啥物罪啊，啊我干嘛来参加？哪卖属于迄个暴力迄类诶吼，都可以来参加啦。啊那票据犯吼，迄个毋是罪啦。那是中华民国给你制造的罪啦，所以呢，我也是利用这个机会跟各位说，你们回去除了就机子给挂出来，你要挂机子你会怕吗？你会怕吗？挂那个美国的国旗会怕吗？我给你教啦，你如果怕我给你教啦。然后你说、哦、听说如果挂下去、哦、那个中国人、哦、面色青顺顺、啊、你给安慰你，不要烦恼嘛，中华民国跟美国是盟友嘛，我挂美国帮忙你嘛，啊你晓无？甲挂起，你讲你今日讲领迄个美国国旗，你袂当转去跩歪挂呢？啊你若歪挂，嫌我歪紧去，啊若要挂才通摕转去哦，安尼使无？啊？没啦，偷摕我阁予你，真诶！你若甲挂出来，防偷摕，不过时间我无要予你啊。因为美国吼、哦，假讲吼，美国国旗吼、哦、无限制供应，但是有讲哦，受训的人才会使哦，没有受训的吼、哦，因为甲美军入来的时阵哦，你才肯要找美国旗来挂，你找无，我无甲你骗，全台湾你找无我美国旗啊啦。甲去讲你要找讲，哦，较紧。到有美国去没有了，受训的吼，你若甲挂去用偷摕去，倒转来，搁送你一面。啊，不过你卖超工防偷摕啊。哈，啊叫伊来受训倒嘛，叫伊来受训。你讲我是三天才摕到这边呢，三天呢，啊搁交五千块呢，啊一万块啊。啊，哦，卖一万块，哦，迄一天无了，不止一万块。那讲哦，美军入来话会惊哦，迄支旗也真有效呢。各位，你若去做小吃店的哦，我跟你讲，你美军的军事占领旗甲挂出来啊，对你的生意有帮忙。再有一个潘先生，台东来，伊讲伊自从挂迄三支旗哦，即人伫咧咧甲问啊，伊讲伊的晚餐，伊开自助餐啊。伊个晚餐哦，普通拢卖七十分啊，迄三支旗挂咧哦，卖百五分啊。明天清早做晚餐的生意做到这嚣掰呢，明仔较早来安尼呢，啊美军也拢去遐食呢。我唔是我袂讲啊，现主持我即款城市有三间拢安尼，所以可见这个美国旗甲挂出来真的有用啊。我等下讲咱的代志。真侪台湾人袂当来理解讲，今日台湾的地位是安尼的时阵，美国那拢歪插，恁会感觉讲敢若互放杀，会无？会不会？会无？会无？袂哦，有一点，到底是会啊袂？会啊、哦。可见吼、哦，各位以前拢毋捌共放杀啦，所以才感觉讲互放杀。其实美国有甲你放杀无？没有。伊甲你顾甲真好势，你想看卖啊？1950年迄个时阵，台湾的经济起飞，
台湾变得真好行，有无？敢是真正中华民国讲来讲啊，做蒋介石领导有方，是不是？是美国甲你帮忙的呢？美国开放伊的市场来买台湾生产的物件，所以台湾才会有钱呢。你想看卖？迄个时阵东南亚，东南亚人敢无拍拼？比咱台湾人较拍拼，你甲看下外劳啊就好啦。外劳啊是毋是拢足认真足拍拼？那无咱的咱那无甲台湾人同款有钱？他们没有机会，因无机会啦。咱有机会啦，咱的机会什么人给咱的？美国给咱的。最近春日发那个准的事件，你有注意无？台湾的媒体开始制造仇美。你知影春日发那个代志，有人甲我讲哦，你民政府哪会不爱出面？我有去甲调查啦。你知影春日发的代志什么代志？船长去拍死，对不对？啊，是安怎拍死？我甲你讲吼，春日化的船长啊，去予海贼掠去，掠去以后，伊无定为着伊的生存呐，伊替海贼开船。开船的时阵，美国要拍海贼，去甲攻击去只船，啊，去予拍死。美国要负责无？伊当然嘛无爱负责啊！你做海贼啊，你做海贼啊！我伫开海贼迄个船啊，当然啦、啊，徛伫台湾的立场，咱袂当讲讲哦，你道义上爱讲负责，因为道义上负责的代志太多啦。敢若袂输亲像讲去骑脚踏车，若去予汽车弄着，汽车爱背脚踏车。台湾人普遍的标准就是安尼啊！你想看卖，开车的人爱去背骑踏车，你若认为讲安尼钓你牙去，我看卖，爱看啥？看你有违规啊无嘛？甲这几年来，吼、哦，甲这几年来，人台湾已经发展到这个法治，就是讲爱看你有违规啊无？你若有违规弄到。无赔，所以你爱去赔对方啦。安尼才是正确的做法啦，敢毋是？所以对迄件代志，有啊，有人甲我拜托啊，我不发言。因为讲你美国调查清楚，啊安怎办，你就安怎办。但是呢，媒体开始发表仇美的迄个新闻，予大家看。所以，我有阵想讲，请咱民政府。爱靠安尼，伫遮安尼上课，上到要害，爱上三工，啊人个报纸印的，你甲你骗的，你就过啊。坦白讲，你若到今日为止啊，你伫遮上过课，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两个，若无法度拆开，啊真正吼扣工的。我相信你来上过课，你就知影讲，咱毋是中华民国的人，咱是台湾人。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读个册来，你甲我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何瑞元他们无一个家啦，无你有你等下你甲何瑞元讲啦，老何啊，你是美国人，也是英国人，伊若无甲你扒落，我谁在哩？我你读较歹，但是是安那奈讲，咱台湾人。人跟你讲，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的时阵哦，你没有反应，你有去想过无？不管是你以前你的祖先啊是什么人，为中国来，迄拢是过去的代志。所以希拉蕊甲中国讲，你中国大概都爱讲历史，用历史来讲事实，历史的事实并不能代表一切。我阿公以前哦，真好呀。我住伫斗六，迄太平路两边的干妈店拢关的呢。以前啊，但我阿公落尾有卖掉去啊。轮到我的时阵，我会当去甲遐即卖干妈店的头家讲，根据历史，即几间厝是我的，我会使安尼无？
当然嘛袂使啊，啊这你也要讲袂使啊。但是中国甲你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袂晓讲不对啊。我阁甲你讲一摆，台湾永永远远都袂变作中国的一部分，绝对不会。各位，既然咱台湾伫这个时阵啊，国国就是讲台湾要哪行？台湾的下一步是什么？各位你听好清楚嘿，我要求在座所有的人，真简单，我无必，你讲你若无爱去甲人讲，吼、哦，你今日讲讲起用吗？我刚才甲你讲一个代志，你甲三支旗啊，甲挂出来就好啊。三个旗子代表所有的讯息，两次可以买啊。哎、欸，我不能再送呢，我一点哈，这两支啦。这两一支是300块，两支500。哎、欸，我赶快做生意也赶快。这支啦，这支跟那支民政府那支啦。啊，我讲啊，各位讲吼，这两支，你若这三支吼，到恁老挂回来吼，上尾保平安呐。哎、欸，我是应该吼，都这么舒服，敢那无一只只吼，他都舒服一只只，我有看。挂落去会保平安呐、啊，因为若讲保平安哦，台湾人拢卖呢，叫你添一挂油香拢卖呢，去楼下添油香啊，两支500，我想到这个爱笑，袂输我伫遐咧卖膏药伊个咧，啊不过我是讲实在啦吼，因为台湾伫这个时阵，讲叫你写文章，你嘛讲我无法度写，吼、哦。啊，电视咱也无遐多，啊，干那用这种的消息，予台湾人知影，机啊甲挂落去，啊，人一定甲你问啦，啊，你挂伊三支是啥物意思？啊，美国机免解释，伊就知啊嘛吼。啊，佮第二支迄支是军事占领机，迄是啥？迄，咱的蔡代表甲各位讲哦，迄毋是咱发明的呢，咱袂晓去画迄呢，是美国政府交予咱的。亲自教予咱的，所以莫怪讲，我甲迄个潘先生讲哦，莫怪讲，伊开迄个啊，做台东咧开迄个啊，做自助餐哦，美国会去食，啊，伫迄个新屋开迄个啊，做咖啡厅，美国人会去食，因为看到迄个机啊吼，美国人知影讲，这个是阮家啦，当然会去嘛，啊，个民政府迄是咱家啦。那很喜欢那种两个拢红红耳廓，圆圆的红红，是什么意思？你敢知啊？圆圆红红是什么意思？哈，你了解无？喜欢那圆圆红红的，这样、啊，这红的是什么意思？啊，圆耳廓是什么意思？对啦，安尼上好嘛，有啥价值？上几波甲恁讲几波日俗美战啊，毋是敢若我甲恁上课呢？蔡代表他拄仔伫遐咧讲啊，讲美国政府甲伊讲有无？我甲蔡代表我们没有沟通啊，伊甲你讲个哦。伊讲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甲伊讲啊，日俗美战啊，含咱研究个一模一样啊。美国若要兴台湾这个土地，予台湾人的意见哦，爱先兴予啥物人？兴予日本啊！我阁甲你进一步甲你讲，日本的宪法内底啊，没有分离条款，所以台湾要为日本来独立出来，还有问题。分离毋是讲清清菜的分离呢？敢若翁仔某共款。阿婆若要离婚哦，嘛爱写一个啥？离婚证书啊，是离婚什么协议书呢？要写呢。咱若甲日本搭做伙，要拆开，甲要日本要拆开哦，歹势哦，要有分离条款呢。日本若分离条款，伊若歪断哦，你嘛无法度伊呢，嘛伫遐咧拖呢。所以台湾上好的一条路就是自治。其实联合国1950年的秘密档案内底。
讲六点的第五点，就是要台湾自主地啦。那主地就完全符合波茨坦宣言呐、啊。啊，是安奈这个开罗宣言，美国落尾不爱遵守，你敢知影原因？唔是讲因为无签字的关系啦 ，no。西方人跟东方人是不一样哦。西方人，我两个握手，无签字，无写字，生效。我跟你握了手，生效。开罗宣言的时阵，那三个国家的元首有没有握手？有啊。所以开罗宣言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开罗宣言是 declaration， 是一种的主张。主张了后，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时阵，因为1950年的6月25号，韩战爆发，哦，中国军支援北韩，打入来汉城，美国总统他宣布，这个杜鲁门讲，你中国已经违反开罗宣言当时的誓言，开罗宣言迄个时阵。蒋介石代表中国讲：“我们中国永远不会侵略其他的国家。”所以开罗宣言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被考虑的原因在这啦。你捌听到国际法的人讲这无？唔捌啦，这拢是美国的秘密档案。所以我发表足侪文章，拢是照美国国家档案局内底。诶，秘密档案发表诶，我若无这资料，他们讲我也还在摸索。啊，既然这秘密档案拢已经发表啊，美国绝对照这个秘密档案去执行。各位，所以不管讲现主席台湾所有各派个别讲什么话，你放心，新台湾论内底清清楚楚。含日本都将这本的翻译提起的翻译，希拉蕊当时叫咱写南海法理的时阵啊，咱随写好伊，所以最近我嘛阁写一篇有关南法哎南海的问题，写一个南海论证，但是这个论证我是咧甲考迄个希拉蕊，伊毋知看有无？我甲考啥？你知道？伊讲哦，吼、哦，你希拉蕊，你会甲中国呛声讲你没有按照法理。我甲你请嘛，你全世界你拢有按照法理，独独台湾你无按照法理啦。你想要放我台湾人伫遮哩苦难？你既然要按照法理，你都爱谈台湾嘛？按照法理，爱先发予咱护照。琉球，当时美国甲脱管的时阵。伊是发什么护照？你知不知啊 ？USMG 下的琉球护照呢？伫咱的民政府的网站内底有啊，你会当去看啊，迄样本嘛有啊，清清楚楚啊。今日咱要讨的护照，就是迄本呐、啊。其实琉球的地位甲台湾是一模一样。吉田茂有讲，杜勒斯有讲，杜勒斯伫1951年9月8号。签约以前三天发表一篇演讲，真长，我甲画重点出来。琉球还日本对于琉球还有剩余主权，美国对台湾应该也有什么剩余主权啊？这样你清楚啊？但是过去的五六十年来，台湾人和遐独派。骗到密密麻麻，独派是安那变成讲，因为迄个独派是安那来，你敢知影？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湾这个土地有一个日本，这个日本人有两个团体，一个叫做农民组织啦，一个叫做文化协会啦。这个农民组织甲文化协会，文化协会后尾变作台湾共产党。啊！这农民组织拄啊开始嘛是你，因为毛泽东鼓励台湾人为日本独立出来，
所以叫都叫台湾人讲哦，你应该要独立。迄当阵台湾是日本的土地嘛，所以日本的土地，台湾要为遐独立出来是合理的。但是现主席已经变作战争结束，和美国占领。你若要独立，代表示讲咱要甲美国对抗，所以美国甲你讲，台独代表战争。这个战争是代表台湾要甲什么人战？美国呢？我阁甲恁讲一个秘密，互你知。阿扁啊，之前甲上尾啊时阵，有一阵啊，哦，伊想讲心甲了坏，我来宣布独立。有一阵啊是安尼，美国有甲我讲，迄阵有甲我讲，迄阵因派第七舰队要登陆左营。你若阿扁啊总统敢宣布独立的，敢宣布独立啊，左营马上登陆。所以蔡英文代表跟我们说，美国说15分钟把马英九提走，同样的话 CIA 也跟我这样说，他说15分钟而已，他没说15分钟，他说5分钟，我们要把马英九带走5分钟、啊、过来咧，你们准备好了没有？马英九再走、啊、过来咧，台湾的这个政治政权要搞啥？你讲，予美国先来管理来占领，美国要派4000个人，拢讲英语，要来占领台湾，困难啊！所以伊讲，恁来训练啊，你民政府，你们的理论完全正确，我也支持你。我阁甲你讲 ，CIA 的第二把手，三礼拜前来台湾啊，照着你这点，我这段我实在是袂再讲啦。迄、那个这段切掉了，暂时卖录音。CIA